温碧霞呢日咧去到电台宣传新歌，已经有26年冇出广东歌嘅 Irene， 点解今次会有呢个谂法呢？呢首歌系我想带俾大家，系希望大家可以用一个微笑嘅心态同埋乐观嘅心态去面对未来咯。因为我见到而家香港好似好多怨气啊，即系好 sad 咧。咁同埋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唔好谂啲唔开心嘅嘢，即系谂多啲正能量嘅嘢，令到呢个社会可以。即是多返啲阳光咯，同埋多返啲即係新氣咯。因为疫情嘅关系， Irene 就话推咗唔少 job， 损失最少7位数字啊。係啊，推咗好多 job 啊，因为疫情嘅关系要隔离啦，因为又要去到嗰边隔离，返嚟又隔离，所以就觉得又想为安全着想呢，所以好多 job 都推晒啦。其實錢都不是最重要，反而是我覺得我很希望快點可以過一些正常的生活，即是不需要有隔離啊，或者不需要說人又飛不到過來香港，或者我又飛不到去其他地方。其實是又見到現在香港很多餐廳又執笠啊，那些店鋪執笠，其實很 sad 啊。即希望如果 open 翻咧，多些人來香港，那香港經濟都會好一點。同埋係好多人都靠即係旅遊客噶嘛，而家冇咗咁多旅遊客，其實影響曬成個世界咯。咁所以希望可以 back to 快啲 back to normal。